柬埔寨国家银行近日预测，2024年柬埔寨经济增速将达到6.4%，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复苏将是主要驱动力，尤其是旅游业的恢复将对柬埔寨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1月份报告预测，柬埔寨2024年将增长6.1%，柬埔寨近两年经济增速将居东盟国家之首，远高于亚太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。世界银行认为，柬埔寨经济复苏从2022年以来不断巩固，随着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持续推出，柬埔寨经济强劲增长势头明显。据了解，柬埔寨政府将2024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6.6%，其中农业领域预计将增长1.1%，主要是由种植业、动物和水产养殖业带动。工业领域预计将增长8.5%，成衣和非成衣制造业将保持强劲增长，服务业则预计将增长6.9%。2024年柬埔寨 GDP 将达到351.7亿美元，人均 GDP 将从2023年的1917美元增至2071美元。